哟，等会儿，让我先拍张照。这可是周大设计师亲自切的水果，我必须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。你太夸张了，王贺。就这么夸张的，你现在真的已经入围国际一流奖了，马上就要成为国际一流大设计师，我必须趁这个时候多抱抱大腿，多夸夸你了。你再说我要切到手了。用你夸，用你夸啊！怎么了，夸夸？现在不是用你夸吗？ 我跟你说，就是我求婚求的早，要不然我现在追不上了。那我们美玲结婚证我是不是可以反悔啊？现在反悔来不及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差不多得了，谁还没个对象呢？有对象怎么了？武三来，怎么了？谁没有啊？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。我跟武三呢，准备下一个月。 去蜜月旅行结婚，婚礼呢就不办了，红包也免了。哎呦，真好啊！但是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啊，给我家武三多放几天假。那没问题啊，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。才一个月，不够吧？半年。半年够吗？那就一年。我给你放5年，你就别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哎，工资照发啊。发什么工？